喜欢吃烧烤、吃海鲜、吃烧鱼的，今天就带你们来 New World Park 这里的 Burdong Seafood Cuisine。 海鲜烧烤吃到过瘾，吃螃蟹就是要吃新鲜的，老虎虾的头也太大了吧。选择困难症的朋友直接就来个手抓海鲜，一盘里面有虾、有烧冬、有螃蟹，还有一堆菜和炸馒头做配搭，再来这个炒到那个火都喷出来的，看起来好像很多工，不要误会是铁板豆腐哈，这个是铁板香辣烧冬，非常特别。然后我们通常吃海鲜都会加个四大天王 balance 一下胃口，他们有很多种类的鱼给你选，特别讲一下这里的酱料是他们自己研发的，勾辣之外再挤上酸甘提一提味。还有另外一个我看了 menu 觉得很特别就点了它，葡萄牙式的烧烤魔鬼鱼，撒上葱花的类似烤茄子，很勾味。烤扇贝有芝士的也有蒜蓉的，芝士有点咸咸的，蛮开胃哦。另外一个烤芝士老虎虾，他们放的芝士真的有够夸张，能够拉丝的芝士就是爽。蒸大阪是用高汤来蒸，你会吃到海鲜的清甜，加了生鸡蛋还有蛋香味呢，当然不能少了蒸拉辣，对于海鲜爱不释口的千万不要错过啦。